服役于陆军飞行训练指挥部的黄凯文下士、陈凯林下士及陈凯华上士，是在同一单位从军的三胞胎兄弟。他们将相似的长相、个性与团结一心的兄弟情化为同袍情，一起面对军旅挑战。三兄弟当中最先进入飞训部服役的陈凯华上士，目前担任机工长一职，主要负责 H1W 直升机的维保工作。虽然是老幺，但军阶却是三人中最高。当时在民间就业的大哥黄凯文与二哥陈凯林，在陈凯华分享从军经验后，认为军中是不错的环境，决心一起入伍，并一同分发至飞训部服役，创下同卵三胞胎在同一单位服役的罕见纪录。我的职位为机工长，那平常负责的事务为保养飞机以及飞机的一级保养，然后还有平常的待飞事项，然后参与队上大大小小的演习事务。当初是高职的时候，有招募员来我们学校看了简章，然后看到里面有飞机修护兵这个职位，然后考完之后就进来从军。第一次参加展演就是在陆军官校，然后当时机工长也知道跟着过去，然后那时候就看到学长在带飞机的起降，心里想着机工长这个职位太帅了吧。后来我就是朝着机工长这个目标来前进。当初最不接受我进来的是我母亲，因为她觉得当兵这个职业就是很吃苦耐劳。然后我跟他说，其实你只要肯吃苦，你在哪里你都是一样的。那后来他看到我进来之后的转变，他也默默的转为支持。哥哥他们进来的时候都是在武器组，工作内容就是挂发射架。那挂发射架的话，其实有蛮多要领要学习的，我也会教导他们要怎么去挂，所以他们其实上手的速度是蛮快的。看到哥哥他们的进步其实是很开心的，因为当初他们进来部队的时候其实是蛮怕他们跟不上部队的节奏，那后面他们也努力的去完成所有的本职学能。当初会想加入国军是因为小弟已经入伍好几年了，然后看他在军中成长了许多，也与外界所说的当兵不好的传言相差许多，后来经由小弟的建议，所以选择加入国军。我还没入伍之前，看那些已经入伍的学长姐们，我就觉得他们很厉害，然后觉得他们很帅，所以才会觉得说也想加入他们的一份子。遇到问题的话，无论是工作中或休假期间，只要我工作上不懂的问题，我都会请教身为机工长的小弟，然后这让我在适应工作的速度上快上许多。三兄弟中的二弟陈凯林下士，在工作方面与大哥凯文、三弟凯华在直升机修护的领域截然不同。他主要在单位负责人事行政作业，坚守岗位，恪尽职责的表现，挑战军旅，不凡人生。最开心的事情应该就是播交那一天吧，就是抵达部队的时候，然后弟弟那时候是担任执行班，然后他就是派公差去受训单位接我们那一刻，因为我们终于可以一起奋斗了。我觉得最困扰的事情就是我哥哥之前有业务需求，然后有时候会来人事办公室找我，然后有时候会坐的位置，结果有些学长姐就是会误认为他是我，然后就是跟他讲事情，然后可能都已经讲到80%了，然后才发现他是我哥哥。我觉得可以跟哥哥还有弟弟一起从军，然后又一起在同一个单位，机会非常的难得。然后我希望未来哥哥还有弟弟在军旅生涯可以顺顺利利的，然后遇到什么困难的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。除了在军中的生活之外，三胞胎兄弟回到家中就是孝顺的孩子。母亲眼中的三兄弟
从军后的转变变得更为成熟稳重，也让家人以他们为傲。他在军中交了很多朋友，然后对他都很好。后来他两个哥哥在桃园，因为太远了，然后想回来这边照顾阿嬷跟我们家里的人，所以他们也一起回来自愿去当兵。就算公司很忙，他们也会打电话回来啊，都会跟我们分享他们在军中的生活。他们也会计较说我很偏心，到现在说我偏心哪个，我偏心哪个。其实我常常跟他们讲，我对你们都是一样的，就希望他们在军中过得平平安安，这是从小我对他们的期待。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，但一群人才能走得很远。面对挑战，三兄弟无所畏惧，未来他们仍会努力追求梦想，精进自己的本职学能，在军旅生涯持续发光发热，为守护国防安全齐心努力。